故事啊，要从很久之前开始说起了，比刚才那几位老师时间倒长一点，是1684年。事情呢是发生在当时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面，有三个人，他们是科学家，围坐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科学家嘛，坐在一起能聊什么呢？当然就是聊科学话题了。其中他们三个人里面最小的一位就是叫做哈雷，他呢他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当时呢已经知道地球是在绕着太阳进行旋转了，不过这个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不清楚，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和这个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也不太清楚。哈雷就问了这样的问题，其中的数学家雷恩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啊，根据开普勒的定律和当时的一些天文数据观察，大概，你看科学里面用大概这个词儿就很玄啊，说大概这个关系啊是一个平方反比的关系。平方反比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啊？就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如果增大，那吸引力会缩小，它增大一倍吸引力缩小多少呢？它不是缩小一半，它是缩小一半的一半，这是一个平方关系。可是呢雷恩紧接着就说啊，这个呢还只是大家的一个推测，是一个经验，还从来没有人把这件事儿证明过，如果有人能把这件事儿证明出来那是很了不起的。他刚说完，那三个人中的第三个人哈哈大笑啊，他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证明过了。旁边的哈雷就很开心啊，说终于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他就问这个人，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证明结果给拿出来呢？你猜那个人怎么说啊？他说不给，理由还很憋脚啊，我现在说出来大家就觉得很可笑，说我现在不给大家这个答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证明这件事儿。他证明这件事儿呢，他到时候证明不出来，自己再把这个答案公布出来，那时候才能显得自己很牛，显得这件事儿很厉害。你看这个理由有多蹩脚。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胡克。胡克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有很多的发明发现，不过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毛病，爱说大话。旁边的雷恩是知道的，他是不太相信胡克把这件事儿已经证明的，所以他就跟胡克打赌，说看谁能先证明出来。我们现在是知道啊，知道这件事儿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证明这件事儿是需要一个很高深的数学工具，就是微积分，而当时他们是不知道有微积分的，是后来牛顿和莱布尼茨一起他们研究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啊，这个肯定是胡克他在说大话，在吹牛。可是你想想，哈雷他不知道啊，于是呢他就满怀期待，他又回家以后左等没有消息，右等没有消息，但是好奇心还在，满足不了怎么办呢？他最后只能是想着要不我自己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但是他又明白自己的数学啊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要找人帮忙。那个时候就有人给他推荐，说你去旁边的剑桥，剑桥里有一位数学教授叫牛顿，他可能能帮你。于是他又拜访了牛顿，他把这个问题一说，你猜牛顿怎么说？他跟胡克一样，也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证明过了，很早之前就证明过了。哈雷也是很天真啊，说哎，太好了，你把这个拿出来给我看一看，我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这一次牛顿倒是很干脆，起身就去后面去翻他以前的证明资料，但是也很敷衍，没一会儿就回来了，跟这个哈雷说啊，哎，你回去吧，这个我现在找不到，等我以后找到了写信给你，到时候你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家想一想当时哈雷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很沮丧啊。胡克说他已经证明过这个问题了，结果左等右等没有消息，就白高兴一场。来找牛顿了，牛顿也说证明出来了，还是没给。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开始怀疑牛顿也在说大话呢？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子，
牛顿这个问题他还真的给证明出来了，只是他这个人比较谨慎，他怕有什么问题，他想再检查一遍，因为他以前吃过亏。他的一篇论文呢就有一个错误被人抓住了，然后还拿这个羞辱了他。他这一次是要总结经验，然后不能再这样，所以说要再检查一遍，不要再出什么错。牛顿还真把这个找出来了，他检查了一下还真发现一个小问题，修改了之后写信告诉了哈雷。哈雷看了以后啊是真的是很开心，他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发现，于是呢他就鼓励牛顿说，你把你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想的，然后后面有什么结论全部写出来，写成一本书，把这本书发表出来，那肯定非常的厉害。一开始牛顿还不同意，后来还是在哈雷的多方劝说之下呀，终于是把这本书给写出来了。这本书就是后面大名鼎鼎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如果没有这本书啊，我们现在是不会有什么汽车、火车，也不会有现在的高科技的，可见这本书是多么的重要。哈雷本身呢也从这个里面收获非常的多，大家刚才听哈雷彗星应该能猜到跟这个科学家有什么关系，真的是用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如果没有哈雷彗星的话，我想应该是不知道有哈雷这位科学家的，对吧？所以说他能留下名全靠哈雷彗星。而他是怎么发现哈雷彗星的呢？他就是利用了牛顿那本书里的原理，然后去计算了很多以前观察过的天文数据，然后从中间发现有一颗彗星很特别，每76年就会来到地球周围附近，就到访地球。他就算了一下啊，发现哎，大概是在1759年这颗彗星会到来。结果到了时间，果然这颗彗星如期到访。可是啊，哈雷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虽然说这颗彗星用哈雷的名字命名了，但是呢，哈雷没有见过这颗彗星。这个故事啊，就是在讲哈雷他是怎么从自己的好奇心去推动了一个伟大的书的诞生，然后他在从中获利。科学家们他可能不聪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天分，但是有一份好奇心在，那么他就可能在这个方面走得很远，走得非常伟大。好，这就是我讲的故事。